家好。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，我不知能带给你忧伤还是快乐。失去的岁月里，我也有初恋的滋味，而今歌声中我的情感不能再错。拿麦克风来吓我，在惊吓中长大的孩子容易早熟。我亲你的心，我明了你的企图，在掌声中我不愿唱一点的歌。无为谁谢谢。等等，张米老师，来，大家掌声不热烈，我把张米老师拦住了啊。这个其实张米老师大家都知道，特别是我们40岁往上的年龄那段的，大部分听他很多的歌曲，今天他很含。这个叫什么？很藏着就露了一手，这个不可以的吧？温哥华的朋友们，不可以吧？好吧，
你们再来掌声，我们让张碧老师再给我们来一首歌曲，好吧？来，谢谢谢谢。真的，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掌声，但是也同时很抱歉，因为，其实我来来去去在温哥华已经和北京之间已经居住了5年，但是我是第一次今天登上温哥华的这样的舞台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音乐。很抱歉的是，因为这次真的是很临时的来助兴，所以真的没有太准备，但是我相信大家还记得我另外的一首歌叫蓝蓝的夜蓝蓝的梦，记得吗？ OK， 那如果没有准备的太好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，但是我很期待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到这里，为温哥华的朋友们，为所有的同胞送上更多更好的歌。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非常美丽的夜晚，也是我的一个代表歌曲，蓝蓝的夜蓝蓝的梦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
谢谢，还唱吗？真的吗？这，这个掌声我怎么听着不激烈呢？没有，我已经觉得很感动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是，因为这个蓝蓝的天，这首曲子是我们大家听了很多年，耳熟能详的一首好曲子。那么，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呢，会给人很多的一个联想。其实它还有很多更多的曲子。张密老师呢，其实也做了点准备，就是温哥华的这个掌声若不激烈，他不能给演了。好，哇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么一束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么一束好看的鲜花，这就冲这束鲜花也得再加一首曲，好吧？我们后面做准备。没有，没有，我真的是，我还是抱着这个花吧，因为真的是觉得好温暖，谢谢。温哥华的鲜花永远是温暖的。嗯。好，我这次来啊温哥华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，然后我后天呢就要回北京继续那边的工作，在临回国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，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晚上，我真的觉得好开心。所以在我刚才唱歌的时候，有一首歌我是突然想起来的，但是真的是没有准备，我想给大家清唱一下好不好？好吗？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可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，所以就清唱吧。谢谢。歌声代表我的心，掌声阵阵暖心头，这情景还没看够，我们就要分手。长地久，让我们一起干杯离别酒。各位朋友，各位朋友，祝你们健康长寿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爱你们，谢谢，希望很快可以回来跟大家献上更多更好的歌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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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。